来看一组精彩的娱乐资讯。姜文新片《一步之遥》即将开拍，技师也葛优确认回归后，8月14号片方正式公布王志文也确认加盟，同闯僵尸上海的冒险家的乐园。据报道，王志文将扮演一个在不动声色中害惨了姜文的狠角色。由甄子丹、景甜主演的动作片《特殊身份》将于10月正式在全国上映。片方近日曝光了一组甄子丹和景甜的雨夜打戏剧照，内容不仅有街头械斗，还有撞车画面。台湾男星林志颖7月底和爱妻陈若仪补办了婚礼。前几天林志颖发布一组搞怪婚照，陈若仪戴着拳击手套炫夫，十分搞笑。8月13号晚，蒋勤勤在微博上晒出与老公陈建斌共度七夕的照片，只见陈建斌手拿矿泉水瓶引吭高歌，蒋勤勤透露演唱的曲目是牛郎织女，相当应景。电视剧《失恋33天》宣传之际，主演姚笛也爆出了失恋的消息。此前有媒体拍到了姚笛和迟帅一块度假的照片，疑似在谈恋爱。近日姚笛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现在的感情状态，姚笛明确表示现在单身，似乎在暗示他和迟帅的恋情失败。